的，我所有的兵营都要一个一个去点，然后生兵，超痛苦的。哎、欸、，BBOSS 为什么你有那个啊？啊？你的 RC 啊 ？RC 什么？你账号右边为什么有一个？有个什么？游戏行业精英。我看一下，我本来就是 Elite 啊，怎么了？我看一下哪里 ？RC 那边。哇！游戏行业精英啊？你是精英？当然是啊！你看什么？你不？我以为你只是个老板。什么鬼？老板，你可以去申请啊！你去申请应该就过啊！我有去申请啊，他没给我过，所以那个绝对不是看，那绝对不是看实力问题哦。没有，他是看长相。你说比较糟的就，他可能觉得你比较正，长得比较，他可能觉得你不像老板。我长得比较有型，同情就发个那个什么证照给你。什么鬼？跟长相一样啊？也是，你长得正，他可能直接发女生吧？人正真好。啊，我觉得我刚刚 A 爆前提宝是对的。对啊，珊珊，太那个了，没办法打那个。我是被这个 A 爆了。乖乖，我邀你啊。乖，你妈烧了没？准备了 ，Go， 烧了 ，Go， 你们烧了吗？你们烧了吗？烧了。是烧了。烧了 ，Go。干，找死啊！找死啊！找死！找死！不用想，也知道你们会扣分。那我选随机啊！那你不要好不好？你确定？你是用重组吗？我用重组啊！我看一下，妈的，我看一下 IN 选什么组？看不到吧？欸、真的哎、欸、，IN 你用重组吗？不来。你用重组吗？不来。我们都重组啊。那我也重组好了。不要啊！好，我用三组靠背，有漏炮吗？干、啊、了，没收到，没收到。干，你们太低分了啦！是你们太低了，好不好？低分呢？你们太低分了啊，收不到。怎么看都是你们在低分哦。为什么我们这边有人选人类啊？一定是那个选人类的害的。干嘛？赖谁了吗？不过不是我害的。还是你们等下哦，不要，我想要让你们扣分啊。啊，你们已经扣分了是不是？没了，还没开始啊，怎么扣分了、啊？还没好不好？你干嘛这么生气、哦、他因为他心里觉得真的会扣分，所以有点恼羞、啊、跟瑞斯我觉得我的瓦斯场会被他封起来。不会啊。瑞斯打那个团战，你的部队经过他家通常都会少一半、啊、哦，有了，收到收到。哦，这看起来是，这应该是大陆人哦。刚刚杀到90等，这怎么打啊？等级就输人家。哎、欸，我们也刷到90等。哇、哦，他杀到90等、欸，超扯。好不好？跟职业的团战。哎、欸，我用七号战术啊，七号。七号。OK 啊、哦。你讲的好像真的有这种东西一样。要引刀、哦。什么？要引刀？这两个神呢、欸？你还不引刀？我当然要引刀，这是七号战术了嘛。我死皮速攻。啊！我们都已经讲七号战术了，讲到好像真的是他七号战术。你们好有默契哦！开玩笑，七号每个战术都是这个战术。我告诉你，我们在星海二出之前就已经在用星海二打三三哦。这么厉害，战术研发超多了。屁呀、啊！他还没出你怎么排你自己？我跟他说我电脑好顺哦。真的吗？他们是打的，其实那台电脑原本是你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觉得你的比较顺，他把它换过来，所以你觉得大多数的电脑很顺？真的？当然假的、啊，怎么可能？但你认真，你相信啊？我相信啊！敢相信屁啊！但这是工兵，他到底要多久才可以踩到空？我的两个队友好不给力哦。哪有？我很给力好吗？哦。你这是 carry， 我是打 carry 的好不好？后你们都干了吧？这场不踩瓦斯是什么想法？
那七级战术啊？没有，这是我们的十八号战术。十八号，十八、啊。这个农民听到我家里面根本欠 A 哟。哎，那个正确的语法应该是洗把子，洗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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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只工兵到底是想怎样？好，有一家的狗十六 A 了。我人类啊，没啊，无所谓啊，没冲突就好、哦。他在偷啊，他在偷啊。我没有在偷啊。我用一种 BB 寻一下啊，那地没东西的、啊。刚刚那边有一只工兵号，还没东西。没有啦，你没看到？我已经看到了，好吗？我就是看到才叫你去寻的。好，我来逆袭哦。好，你肥了没啊？肥了啦，一个灭了。你不是打 carry 的吗？对啊，我打 carry 的。我有个料 VS 哦，他们门都锁住了啦，门是自己创造的。好好好，离滑一点哦，离滑一点哦。好，把这家干了，我觉得他赢刀哎、欸。真的吗？对啊。哦，我盖 VR。两个面，等等完屁啊！让我有存在感好吗？开火车嘞！让我闭嘴！给我打这家、啊，没在怕哦。给我这个兵怎么那么少？刚被妈妈求生。什么黄金矿啊？哎呦哎、欸！好多地刺哦！为什么你没有毒爆虫啊？GG 哦，他要跳。我已经开始觉得我们打不赢你们了。真的吗？Rex， 你要相信队友。好、哦，我相信你，我不相信另外一个。他灭了，你这样讲。温刀会秀出啊。小米，我家被先知要爆炸了。不干我的事、啊。要不要？你老实。干你几番？哎，我的矿被你开了，好干，我干掉好不好？我们一起干，一起挖。哥哥，干你们两个吧，我一个，我家我矿开哪了？他在那边扫。他是要灭了没啊？灭了灭了灭了！啊！正巧那有一少女被干，你好愤怒哦！你们好了没啊？还没啊 ！B-box 超弱，那超弱我把他咬死哎、欸！你知道什么？他一开始口水我咬掉、啊。要等他们吗？他们好了，快好！好，你们快好对不对？应该吧？应该吧？晚餐要吃什么？晚餐要叫披萨吗？他们叫
是吗？你想吃夜晚糕？你跳，不是咬跳。他们终于跳了一个。叫披萨，你说我们叫那种个人披萨是不是？不用，我们买大众小就好了，吃够吃了。那个我们就一个人四大概五片吧。哎，一个人你要吃必胜客还是拿破里？都可以啊。必胜客。买大众小就我们三个人吃就够了。知道吗？你有兴趣吗？好了。你们好嘞。快了，那我要先叫啊，先叫啊。披萨老板，披萨哈，交给你，你口味你选吧。披萨哈吗？你是赢家哦，所以钱的部分。披萨哈吗？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啊。第四名是四万哦。对啊。哎，是吗？三万吧。四万。你看，你拿四万哎、欸。看我像我这种屌丝，只拿两万五哦。哎，你奖金进来吗？拿到再说。但 A 十两家，而且你还可以多打一场，知道吗？你还有多一场的出场费，哇！季后赛没有？没有，季后赛没有。季后赛没有。知道，知道。这你知道场跟五场多少岁？我季后赛没有。季后赛没有。还剩下哪一家？还剩下哪一家？黄色啊，给他。哪一家？橘色，橘色，橘色。橘色那家。不是有那种什么个人套餐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有两到三人的阿烧妈几餐呢、啊？小披萨还是什么？我看，我看。等我一下啊、哦！大拼盘送这个。好。588608，608一个200块，要吗？决定好了。这个兵不是开玩笑的。好。四人他棒炮弹，我加这图薪资也不是开玩笑的，三鬼，三到三人多，为什么会有薪资啊？还好早就插对空了，看你很好吃啊，你觉得吗？就看起来那个旁边那个工会，他为什么要针对我？他杀不了另外两家、啊，工会的吗？哎、欸，我们工会的粉丝团啊，叫做。去那个粉丝啊，我直接打王者哦。好，先来，这是我的粉丝团，然后我们公会了 ，I R O N N E N， 是薪资，你们还没打完哦？没有，就有一家死撑，看你们这样子要怎么跟我们打？这是他不跳，我们拿他没辙。我就说我队友不给力嘛，来，这个是对嘛？哦，英文聊天是什么吗？我靠，这些人是在搞笑、哦。哎、欸，最近很多贴广告，不知道哪来。没有，他们可能蛮教养。剩最后一比二击败。哎、欸、，BBOSS 快把灭了，好不好？哎、啊，至少把他拆完了、啊，他们一直撑。他一场二比一啊。啊，所以他失败了。哎、欸，你们好嘞？是建队伍吗？等一下，你们要等我们把披萨点完吗？等我一下。你们多久啊？啊，你们先一点啊。然后旁边那个，这种，好好的，然后谢谢大家一个，很好，谢谢，大家好。嗯，在哪？那我，如果你要问我话，我就选这个。上岸上岸。好像很拖台前，干这看起来很好吃哎、欸，你不觉得吗？所以后面有那种什么不一样的，超慢。对啊，就这个、啊，你看，你也帅啊。那感觉嘴巴一咬下去就会有浓浓的汁从那从的嘴咖嘴就嘴里面爆出来的嘴咖、啊，对啊，你靠别人，要啊。他那个有别人套餐吗？所以他有加盟，他旁边有这个人，那就他啦。好，就交给你了。我投那个一票，每个人有一票。那这样我剩下都投不投，那要怎么分出胜负呢？我都好。好，那所以那个舅舅是投我那个，所以我们现在那个有两票。是这样。电话在我手上。好，你决定了，你决定了。等一下我要找我们粉丝团，我们粉丝团网址，哎、欸，我贴了吗？啊，怎么会有人死不跳、啊？
你快点出辅位好吗？哦，我什么？你们好了吗？我干，你们打很久哎、欸，他就不跳，他门口盖一堆光炮。哦 ，BBOSS 啊，你的能量怎么那么多啊？我们打一场不到十分钟，我们打八分钟二十二秒，你们打到现在已经多久？你们还不用找进去？你们菜逼吗？我们是不是菜逼啊？只是收到对手实力的差别。哦，你说我们对手太弱了。我们今天对手比较强。哦，也是啊，你们收到队友十一个人相当嘛。我们对手也是大师啊。24522893。好了，没关系啊。啊，他还传一堆哨兵封斜坡，白痴死！是北极吗？他们传哨兵一直封斜坡。李豹子，你到底有什么兵啊？要宣传什么吗？我贴粉丝团了，然后有要宣传什么吗？宣传你那张照片吗？啊，我照片怎么了？干啥小啊？128，128是3，36。哦，就是，来我看一下那个。张照片。就是粉丝团有一张我的照片哦。然后在上面留言，有机会得到对的九九，不然得到你的奶子下面那一台披萨要冰淇淋，得到这个 iPad mini 哦，我也要留言了，不好意思，我终于跳，留一下，我也要，我打我也要，留给自己哦，可以啊，我也要，可是要超过十个字哦，好，我也要，你也打英文，你这样超过，我也要，然后。介绍有十个字的 ，OK， 这样有十个字，有，我这是很公平哦。你在那边闹，打这样子，好了好了，够了，哎，你们好了吗？好啊，好够够够，干你们这那么低分的在那边收，羞羞脸。更小，还连补枪都得，你就不要被我们扣分哦，小心点。我觉得 BBOSS 是我们这队的洞哎，怎么办？怎么可能？哦 ，Rex 说的好。啥竞赛？哦。又没收到，看你们烂哎、欸！你们到底多低分啊？是我们分数太高吧？今天有81太高，两个人类好难打、啊，怎么办？怎么办？先你们可以两国实力把他虫族干了。九号战术，九号吧、欸。我们有，我觉得九号不好。七号吧，不要七号，只是打刚那一队的啦。两个人类，我们用八号吧。知道九号是什么吗？八号 ，OK。都一样，不一样。你知道什么是八号战术吗？你不知道是不是？我怎么那么累个啊？我好累个、啊。等一下，我、哦、靠腰！我的防毒打开是怎么回事？哦，没有看错。OBS 比较不吃资源哦。哎、欸，他会有火车哎、欸。对啊。哎、欸，你正常好不好？不是已经讲好八号了吗？啊，我八号就是你实地，哎，正常，我单命开、啊。你忘了吗？我们上次才用过。哎，你要出蟑螂哦。好、啊。哦，要出蟑螂就变成十六号战术哦。我找不到我家的门在哪里。你只要打一只工兵，然后往 Rex 家点，就知道你家门在哪。真的？没胡乱哦。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怎样？什么？你的他跑工兵 A 死了。什么？你再说一次。你的开局是单兵一怎样？单兵开矿、啊。开矿，你要开矿。我开矿啊！两国人类，我不开矿，我们怎么打？好。对啊。那我就被裸杀。然后我会走那个 VR， 因为会有鬼雷。然后我们裸杀。你要裸杀是好，你要裸杀的话，那我们就换二七号战术。你裸杀，你裸一个裸一个裸杀嘛。太裸杀好不好？你在讲什么鬼东西？什么二七？哎，你要裸杀是不是？相信我好吗？那我单兵开矿后，我就直接爆兵。干这死神啊，爆你妹！相信你我好吧？又死神嘞，糟糕啊！哦，啊干！水晶塔带歪了。哎、欸，那虫族来找人干嘛？哦，不要！二七八哎，他不带我开矿啊！在进行战斗。
他们会玩的，这绝对是大师了。你看他右上角 ID。看来又是一场华丽的歼灭对方的战术。哦，这么有自信。你现在只有一支枪兵在那边。挡枪屁股好远。刚激动就是被我这样跳爆了。我不知道 Over 要摆哪。我靠！快来我家盖地势！真假？有他，好厉害啊！给他一个赞。哦，又是一个神族。他是要四 B 区是不是？好，冲他家，我冲他家。还是退，到第四。但他加的斜坡为什么看起来比人家厉害啊？还有岩石怎么回事？我解球来喽！好，剩下交给我。哪里？我去玩另外一个。走 ，B boss， 我们一起走。好屌啊！哦。大陆战队，你看你往他们站，两塔这里的。灭掉一狗了。哎，这里有好多枪兵啊，好多狗、哦。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没有足够的金矿。哪里很多狗？是啊。哦，不应该说。那应该说那狗是你的，因为我。人类火车啊，火车。哦。你们两个整出个什么东西来了没啊？有斩了。娃娃打生化。斩猪。救命啊！坏了。他好多狗跟火车哦。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狗千万不要死，你死了我们就灭了。你慢慢朝放我出跑。啊 ！Rexin 加一披露战队，好便宜哦。关我一下好吗？干，我在冲锋陷阵，你们不过我家。家那头枪兵有点威啊，赶快用你的穿矿。哦，那坨什么？我都灭两家，你们在干什么东西？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救命啊！我车狗粮。我们打的是后期，要再撑一分钟才行，那有点危险。先放个大光炮。哎呦，毒爆！毒爆！救我！救我！来 ，Rex， 我来救你。立场。干！靠，他毒爆在搞笑、哦。哎，你这坦克是怎样？快好了！干！连我的子宝都不救就对了。我来救啦！我给你钱啊！你好没啊？可以收光了吗？哎、欸，我都灭掉两国了，然后你们这种小情况，那我要开炮、哦。开！我帮你打掉红金矿，去开。啊！我的队友太强了啦。来，我来帮你，。我队友真的太强了。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哦干！怎么了？我前置。
攻击六。看你要被灭国了，会不会出飞龙啊？来吧 ，Go Go Go！ 你的探测机正受到攻击。那什么东西？好多火车！对对对！哎呀！我靠，那个哟！我要被灭国了，快点救我！啊，这什么啊？我死了！救我！怎么救你啊？然后我这边，我这不见了。哎，在我家，在我家，我家。我靠！哎哎哎！大你娘、欸、超奇葩哎！叫人叫人，有派兵了。我的队友都不救我。没东西，没钱了。干，你们不保护我。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看谁怕又来问号人家。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快点把它灭掉好吗？好吗？我的电脑快要不能动了，我们必须要赶快解决。你们好了吗？你们到底要打多久？你们每次都打那么慢。他们三家残废啦，啊 ，B-boss 不打他们啦、啊。好烂哦！所以是 B-boss 残废了。不用，你们看我要华丽打他。啊，快点啦、啊！哦，你们真的很慢的，每次要等你们。B-boss 快一点啦！我都把三家的工兵杀光了。怎么那么多人在贴广告、啊？最近好像有那个机器在洗票，哎、欸，都贴同一个。好，终于打赢了。哦，他们跳吗？跳跳跳！来吧，收啊！会怕的。收收 ，Go！ 你们死定了。哦。乌龙上线嘞、欸！乌龙已上线。哦，乌龙号在打星海。乌龙现在在打吗？他现在打。啊，我不知道。他刚上线。不要试试哦。试试。认真了。好像会顿死。我跟你讲，试试的话，我们一定要打快攻，不然中期我就不能打。大概100人口那边，我电脑就跑不动。你们就看后城那边。点左用滑鼠哦，键盘是废的。哦，收这么久，一定是收到你们了。有可能机会蛮大的。你们准备好？你们头洗干净了吗？什么洗干净都剪完了，啊，又没中，啊！你们真的快崩溃了，我觉得这场我觉得你们太低分了啦。我找一块攻，两组都是没有打过都没打过预选赛，然后说我们太低分。你们就太低分了，因为他会拿你的那个一、啊、一的靠腰，我们有 IN 哦。哎、欸，不对，他是用职业账号，所以他那个也是大师啊。
所以一定是你们太低分，你们是有人钻石或是白金的。当然有啊，一个 boss 的。我怎么可能钻石或白金、啊？那是什么？大师啊。那谁呢？我钻石。他钻石啊。那那个谁？就是白金啊。干那是干你白金了。好，他们有人跳了。好，他们又跳了，是我们霸气吓死。所以要收到、啊。对 ，winner。好，赶快收，我们还在等啊。干你们太低分了，我们收久一点可能才收得到。快收快收！我还要再收，还要再收啊！收收啊！我看我们打完一场，你们都还在收。废话，收不到，你们阶级太低了，好吗？哦，我马上收到了。哦，哦，中了，终于，啊，死定了，终于，啊，干你们这群傻逼哦！这是获胜的节奏。死定了，我们为什么这次我们要赢了？哈哈，那是，那是看那句话，听得出来有一点点不开心，你知道吗？为什么有两个随机？没关系 ，Rex， 我们都追到我们要的东西。哦，所以一个是神族，一个是虫族。你干嘛讲出来啦？我明就是玩人类。不行哦，队友完全没心机哦，都没心上啊。我想跳了。干嘛把我们种族讲？哦。啊，好 ，OK。你太白痴哦！你们搭什么秘密？放心，辉哥有直播的劣势。干你他妈来看直播，羞不羞啊？好了，看看他在哪里哦。你知道那个 B Boss 有那个双萤幕，所以他是开我们直播在打。干羞不羞啊？哎、欸，这个叫先天优势，好不好？嫌你老木。完蛋了！干太丢脸了。哦，你们要几套战术？你们要几套战术？我们都知道了。你知道我们刚用几套战术吗？要。我决定要先自保，另外两个不想理他。Rex， 我这场很配合你。刚刚这两场我都快攻，就我旁边两个烂透了。我们在做大裸双的预备，好不好？我决定要自保，不要裸双哎！你好假哦！You rush， 你这样修不修啊？我还没选到本族啊。对啊，我刚讲了，他们两重一神啊，都是本族啊。你确定吗？你确定？但都已经看到了，你在哭吧？这是人类吗？还用狗子好了是怎样？狗子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打我啦！他明就在转。这什么东西？快！什么 U Rush 的狗会冲到我家？欠杀、啊。杀啦！因为你的王虫带不走，叫宝砸啊！屁了我的妈！等我到，你等我到。这怎样？这两个分数加起来就两千分了。打毛啊！好的 ，nice。干嘛？快挖矿啊！你知道要干他们啊？你家中什么装备？
哎 ，B boss， 算了，我先自保好了。不要，害怕啊！B boss， 你的狗啊，有啊，没看到吗？哦，赶快把伊恩给灭国，快点！努力中，很好，这个毒爆让我做。哎，咬那个地势，伊恩拜！蹦的！不要让他农民跑，我是。哎，小心引刀！我觉得会有引刀。辉哥，包子已经放了。都是飞机场，下包子塔。哎，辉哥在哪？重点辉哥在哪？右上左上角。在旁边啊。你放心哦，我下了 VR 线，他不能对我怎样。靠背真的是引刀。真的假的？真的啊 ！B boss 被砍了，温刀会救出啊。我跟你说，我叫包子塔。哦。你吃饲料吧。我靠！我挡住了，我好强哦。拜拜，拜拜 ，Nice N， 差一秒，差一秒，拜拜，你好，真菜，啊，啊，你都说引刀了，结果你是竟然是没挡住，我放包子塔，有狗啊，你灭几个？两个吗？全残了，剩下一大波狗。哎 ，B boss， 你给我控好不好？你这个太无耻了！爆炸大的话，我应该是 MVP。哎 ，B boss， 我家死了啦！那你去我家，你去我家。这样，我去你家挖矿是不是？拉走，拉走，拉走，拉走。敢要输了啊！我靠，这次我错了。这是我的农民哈！哎，保护我包子塔，你搞吗？还要包子塔，还要包子塔，还要包子塔！这应该是挡得住有鬼啊！好，交给你了，我走。哦。要盖防空哦，这太智障了。他要走虚空。啊，你不是说你有 VR， 我还真的信哎。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相信过他。没有，我说我们这个 Nice， 他说他有放 VR， 我真的信哎。他如果没讲他有 VR， 我放假情报，然后你听。你放假情报骗自己人干嘛？我要骗其他人呢。他如果真的，他如果没讲，我可能还不会冲他家。爆了，崩溃啊！快点跑！九九，我有大光炮，你不能怎么样。哎，伊恩，我们是朋友。啊，谢谢谢谢。很好，这是个继续的节奏。死定了！继续的继续。嗨，你好，你们扣分了吗？是不是扣分啊？然后还要收啊？我们还在预选赛，所以没有扣。好，好收了。好够收啊！我跟你讲，打完我们是钻石哦，你们是黄金。
我收了，我收了。有观众说，为什么说不直接对战？因为我们要让他们扣分。对啊。哎、欸，我们前面赢面很大没有？有吗？有啊！你们三国打两国，感觉自己赢面很大是？感觉我优势很大。我感觉我优势很大。哦，我完全不觉得哎、欸。你哪来的错觉？我真的以为有小粉晶，你知道吗？我放假情报给他们，让他们不会来我家，然后你被骗。啊！如果我刚有偷看的话，我早就知道他会引刀了。你他妈不要在那边偷看！你自己看那个神，那个灰一开始都没什么兵，你就知道他你要拿出你双，你要拿出你双萤幕的优势啊！我这个人骑士精神，啊、你说骑士啊？什么鬼？啊！真的是羞羞脸啊！看在你刚那一场只有看开决份上、啊。你只知道我们死地了，对不对？没有，我是看到狗才知道。哦，是吗？有没有我跟 Rex 就是提出狗要冲你们？对啊。哦。哎、欸，哎、欸，等一下，暂停，你先不要收，暂停。先吃吗？先吃好不好？可以先吃啊。用披萨反正就要先吃，不然其实吃个大概我们约个六点半好，差不多。六点半我去吃饭。干你不要这样子，你每次。Rex， 你不能再吃了，你再吃越来越重了。我跟你讲，到时候你连那个外华裔的衣服都穿不下。真的，到时候没有赛事。你忘了之前联盟的衣服你都没办法穿了吗？对啊，你知道你那件外套有点紧。放心。他只是拿 XL 给我而已，代表还有 2XL。你干嘛帮自己设这种底线？好了，阿猴子，等你到 2XL， 你就说你还有可以定制的。啊？什么？两百三。已经到山穷水尽的时候了吗？好了，那你们哎 ，Bigos， 那这样你们等下扫 Rex， 你们还有机会吗？没有，我没有听到。Rex 就是个雷啊。也是，他是雷。对不起。对啊，他不打。230。嗯，230。哦。他不打了。Rex 他等下要去那个。喂，我等一下，我要吃饭。现在吃啊，赶快吃啊，赶紧吃。好饿。吃哦。不吃都没了，我跟你讲。好了，先去吃了。
这饼皮不是闹着玩的，不觉得这饼皮 一咬下去就会有一股东西从嘴巴爆开来的感觉？哦，嗯，嗯。哎，我们是叫哪一家？必胜客，然后那个是什么？这什么口味啊？什么龙虾是？还是什么？龙虾五烧啊？蜜汁叉烧。然后它那个饼皮还蛮特别的、哦，就是它把浓浓的东西都夹在里面，一口咬下去就会爆发出来，气死！
Thank you.
Thank you.
掉出去直接没有上完了。吃什么？哦 ，Lex 还在啊 ，Lex， 干他不在。耶、yeah, ，我在。Big Boss 呢？应该都不在了。干。你吃饱了？是啊。只要收天梯哦。收个收个。那么多广告，但你在敲啊？不是我的声音哦。不要心虚，我不说你啊，我知道是谁的声音啊。啊，就是我跟你在讲话啊，你这样讲，我当然有你在讲话。哎呦，哎呦，你要吗？来打喽，不信你可以看，真的。不简单啊。啊，再来宣传一下，这个是我们公司粉丝团啊，然后因为是他破2万人了，所以在这张照片下面留言，就有机会得到 iPad mini。OK， 我已经留过了，超爽的。啊，顺便来分宣传我的、哦，然后这是我的粉丝团。等舅舅回来打算上了，看不到，看不到什么？我贴网址哦。那、啊、我粉丝团中奖几率比较高吗？不会哦。你会分你的金叉给他？我会把我双手举起来分一点。有没有发现那个荔枝有什么问题吗？难道你们没有发现那个荔枝出了什么问题吗？什么荔枝？我不是有发一张，发贴一篇文，然后我在后面吃荔枝吗？干，那荔枝是有问题的齁。哦。都没人发现吗？你们看一下上手上那个荔枝长什么颜色？我那荔枝长什么颜色？大家来找茬、啊，干，那没剥壳哦，没错，没剥壳。你很喜欢生吃啊？干，为什么大家都没发现我没剥壳？可能大家都觉得你这样很正常啊。因为人比较帅啊。谁声音啊？谁啊？一来就说谎，我脖子好夸张啊。我决定把他升为管理员。好、哦。啊，等一下，舅舅吧。
声音吗？有。装 OBS 开，可是 OBS 会有个问题，我的视讯跟我的声音会不同步哎、欸，坏。视讯声音不同步。Google 居然没有人有这个问题。你跟 Google OBS 然后不同步应该就有了。哦，等一下。为什么在 RC 听到声音跟在直播听到声音不一样？花呆中，乌龙在打 EVE 哦，我靠！快退伍了，然后 Nivi 在玩 D 三哦，傻小。Nivi 还会打天堂还是 D 三？舅舅是掉马桶了我来打云教主。哎、欸，胜坏战绩怎样？一比二啊，输了。所以他争三四哦。对啊，对，明天打那个勒夫斯基。操，那黑箱哦。我不懂哎、欸，为什么还有那种军师想要抽签刀？对啊。而且你如果抽签，你就每个都抽嘛。我也不懂那个护具。我也不懂那个护具在。不合规定什么？喂，那很久啊。好，很久的，好，不好意思。你看他别的项目就不用抽签，靠，星海就要抽签。星海要抽签，项目，然后那个护具检查之后也没问题，开打就说不合规定，他妈的。对啊。人也是你放上去的，人也是你叫下来的，啊，都给你玩就好了。
好像有点久了，那几年前事情。那个超久啊！干。八年。不然就是那个裁判，足球名就在踢人，就没事哈。我从小就认知到。那足球更扯。两年前的。足球超好笑，之前办在就是在日本跟韩国办那个世足，我忘记零几年。靠，那个我小时候看我才小六年级嘛，我都看得出来他们在踢人哦，连我都看得出来，裁判看不出来，超扯。对啊，我觉得踢足球那个不判也很扯哦，啊，你踢个足球护具有问题也被判。我觉得太扯了。然后这一次比赛明明就应该是要第一名打另外一组第二名哦，就变成抽签。你啊，太神奇了，杰克。太扯了。干，舅舅真的是掉马桶里哦。你要不要去马桶里面找他？我怕他被冲走。他可能淹死了。救我！你那天就觉得说，我终于等到你来救我了。你在打 LOL 的？哎呀，快打完了。你什么牌啊？BO3，一胜一败，升级了。啊，舅舅啊，你要多久啊？舅舅超久的。你要多久啊，舅舅？叫舅舅果然就特别久啊。是这样吗？也会比较持久吗？哦，对，你要问本人啊。哦。对，他们规定没有出来啊，就是因为这样子啊。对啊。不过，剩这样子回来应该是，剩这样还不一定第三哦。他要赢第三，他打爆就可以赢。对啊，可是他还不一定哦，他还没有稳哦。对啊 ，CD 啊。可是打 CD 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大问题。蛮高的啦，对啊。但他如果爆掉的话，那他就其实是不能爆啊，那还是要当兵，本来就没有就不能名额，那他可能要多打几年，看有没有机会不用当兵。City of Temple, Tempest。异形竞技场是什么？选择你的英雄击败25回合的异形，你要玩吗？异形竞技场。感觉有点猛。干。那个不好玩是不是？好，关掉。对啊。有没有什么好玩？一秒就倒的悲剧游戏。有一个扑克防御，我觉得蛮好玩，最近上瘾了。扑克防御，傻小。对。要我开给你看吗？扑克防御革命。哦 ，TNG 上哦。TNG 超猛啊！
们微操的图啊。好、哦，记得你跟你玩的什么超难玩的微操？上次不是有个超难玩的微操啊？你可以玩啊。大概是很难哦。崩溃啊！我上次玩那个四肢残血的，四肢残血的，那个橄榄球，你怎么？你不是说有一关什么？给你一只胖子跟一个大家太白痴，我开给你看那一关，真的超智障。哎、欸，不是组，不是团不能。然后就离开。有团不行啊。我觉得老板成语还蛮好笑的。我还要看到。五只鬼子打一坨狗跟一坨毒包，我觉得鬼子的狙击现在好难用啊，要一直点。有一关我真的觉得很更超难，好吗？这一关，他妈三个大和炮，三个大和炮，怎么过啊？有人知道这关怎么过吗？打得赢再说吧。锦衣蛙有用吗？可以动吗？可以啊。妈，这一定有什么特别方法。但他搞不好可以叫什么紫金出来了，兄弟。啊，那个灵晶要做什么？哎、欸，要继续吗？三三 go。Waiting for you。哦，这打不赢吧？别打赢过吧，很累。你怎么可能过啊？等一下，是我看错还是那个胖胖打？什么？打那台灵晶？我升阶了，你升阶了？对啊。哇，你好强哦！超实力啊！神！哎，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来吧 ，Go！ 邀我，邀我，谁是队长？没有，我离开了。哦，你离开了，那我邀。狂战去砍胖胖，但是你一直追要打他三只大河啊，打不赢啊。那应该有什么特别方法？还是要应该是用灵晶先去挡那个大河的攻击，然后让罪孽先。好，你打把阿比存下来，让大家观赏一下。没办法。我只是个小小的白蚁，没办法做到任何事。啊！他那是设定好，三个大河一开始就是直接三个大河炮，射你三支不同，所以你灵晶是不肯活的。狂战跟罪孽是可以活，但是灵晶是不肯活。然后接下来他的三个大额就会打你的罪孽，怎么打？你的罪孽可以打，我不打好吧？怎么打？去给那只罪孽三攻三防就打得赢了。三攻三防，确定打？我说或许，应该是可以。不要偷密气哦，不打了。收到了。
位杜夫哎，我靠！两个神父。谁啊？第三个我在天地上面打过。什么？打了张祖良。只有之一。啊，是吗？对啊，原本是左中右下。啊，打以前我就打过了。你还一个人开山放在中间，你忘了？你还记得吗？那时候我们在江南街的时候，也是这个点位哦。你是裸山，然后把这两个地方都盖起来。你是裸山好不好？然后舅舅一直在说：“哎，你要收割了没？哎，哎，你要收割吗？你还记得吗？”辉哥，嗯，爆麦，我没听懂。干这什么啊？baby 来侦查 baby。雷哈农人他妈的，不来看我家、啊。两个神主哎、欸，怪怪的，来了。他那么慢来，操你妈，搞鬼！已没有足够的金矿。他要搞鬼，干你啊！有啊，他怎么？哈哈哈！哈哈！盖。哦，我去帮他盖，我盖一个好了，表示我看到。盖人了吗？你给他水晶。妈呀！别来泼吧。他就开一个光炮。哦，你要搞？哦，不好意思。那你开始吗？开始啊。他没取消哎、欸。有病吧？流水一给他好。干大卫啊！不要管你，不用拉拢啊！哦。干再拉还是会翻脸哦。你的农民不要再动是哦。那个水晶给他好不好？什么？什么？那个水晶给他吗？不要，我那水晶打掉经验吗？他在门口在装炮哎、欸，好，我去看看。像我的狗又进不去的，你在外面放哎、欸，你要干嘛？我吗？啊。可是他们做一个洞哎、欸，而且门口有光炮。啊。但而且我们没有地方可以矿开矿啊。好怎么办？我想一下，可以用闪锥跳上去。还有三个神主啊，没三神哎、欸，三神虚空好不好？虚空哦，确定。对啊，一个石台在那边把它珠宝背掉。哎、欸，可是我们怕引刀哎、欸，会不会有引刀啊？我已经带 BS 了。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我变二本出监察啊！哎，你可现在才下 B 吧？他刚光炮，当然下 B 了。哎，可以摇到瓦斯吗？好、啊，我摇你了。荣耀，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我出监察。好。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瓦斯。你怕不？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我去盖包子塔，又盖一个。但他光炮也太多了吧？有病哦！
我靠！还有凤凰干，救命啊！现在我希望不被他打假了吗？怎么办？哎，你家保安。靠，我没办法，我过去就全瘦了。谁要钱？我要我。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需要更多高能瓦斯。你没有足够的金矿。盟友兄弟正遭到围攻。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兄弟正遭到围攻。你没有足够的金矿。靠你妈！他是在排我农民啊，干你啊！哎，你要收割了吗？怎样？赶快收割好不好？我已经被乱到生活不能自理了。然后你升射程好不好？我再升了。有引刀了。哎，有引刀了，救命啊！救我！我已经打跳了，靠腰。鞠躬，把他石头打掉。哪里？干他凤凰真的很麻烦，操你！几台？你有看到吗？大概八台。那我去八台哦，确定哦。对。对。缺钱吗？不缺，我找瓦斯就好了。他已经在收割了。哦，有没有装？哦哟，救命啊！怎么了？巨象。那个吗？有防空的吗？没有哎，练不上这个。我在家哦。他们这场我干嘛啊？为什么觉得还没有打到什么？他们在家，我发现他的光炮。啊？我发现他的光炮。哦，一个光炮，然后一个凤凰。
一个引刀。不觉得我厉害吗？他家到我家，他工地出现什么话，我就知道他狗。不愧是一天到晚在团战团比赛。哦，哎 ，Rex， 你要不要打、啊？他对我走，你可以再找新的队友啊。他只剩一个吧。你可以找新的队友啊。不要怕嘛。是专门打三三的吗？或者他的图形长那么奇怪？帅哦！那个是两人呢、欸？你们两个裸双吗？看起来就很厉害。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你没有足够的金矿。没有足够的金矿。我单命开哦。不要直接裸。直接裸没有比较强啊。哦。你要直接裸是不是？随便你啊。也是可以啊。我啊，其他楼下好不好？然后送娃娃球是不是？对啊，靠腰。我狗会 cover 你啊！哎，我斯坦，快，请当地营开他家楼下送娃娃球。很烂吧？试试看啊，快点啊！你说哪怎样？你不打完选赛再这样子搞啊？这里是？当地营开啊，你这？可以，这里，哎，黄金矿是？哪里？那是我们最近的黄金矿吗？好像很远。安家这边有一个，靠！我他妈特地开那么远的地方，那不然你给安安开比较好。你妈妈去，你的珠宝直接跟他们家了。工兵来了，我们要被快攻，你知道吗？我好想试一试两国六 P 加一个单地区开矿妈妈酒。在他家门口，然后直接光炮，珠宝快攻是不是？对啊。哦，好像有点强。有没有死的？那狗子好嘞。狗子好。那狗开。哦。我走不住哦。他只要冲我家我就爆了。哎呦，他瓦斯区，他只是绿树狗。妈黑子，黑子怎样？他的妈一直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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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处罚他。叉叉小，他下次来就要爬十九楼。GG 哦！你不是当兵开矿吗？裸双，你不叫裸双？哦。他来我家我 GG 哦。不要害怕，我狗最好，一只死人打不死。哦，猛猛猛！
是有一波速度。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没有足够的情况。静静为谁哭泣？悲欢离合的故事还在不默意。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的情况。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哦，速攻好了。鬼雷是哪招？这么棘手？我一妖体，哪里哪里？我看到，我看到。哦，那如果是鬼雷，我会爆、哦。不会啊，不会是鬼雷的话，有可能啊。我多想。干，从我家、啊。大家都从你家、啊。那有点欢乐。不行不行，我没办法侦查，看不到。哪里啊？你打去。靠呗。不要，我自己清就好。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有事哦。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有哪里需要？这里哦，小心！你必须建造更多水晶塔。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有一个鬼，靠我家！哎，叫我电脑飞来，快点，快点！能量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攻。我靠！我家这什么鬼呀、啊？我靠！他们就是空投就好了。哎，快点收割！哎，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盟友基地正遭到战斗。哇，怎么还有鬼人？哎，我家的电脑呢？飞快一点，飞来我家。操你妈的！升级完成。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
针打掉。那我发火哦。阿辉，我的吗？什么？我 OK。我是他在正常发展了。还有遁地蟑螂啊！那什么？不是，我不是。吓死我！搞的，什么什么什么？干嘛？我怎么觉得打不太赢？打了赢吗？没有这样。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超多超多。嘿。老狗换家是怎样？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哎，你就放心的进攻吧，家里我还守。我觉得我很缺瓦斯啊，对吧？啊？阿辉，行不行啊？可以啊，只是、欸、有点恐怖，来打你了。哇哦！要守啊！沙老这边飞龙，好好好，来了。这边来了，这边来了。对面你们挡得住吗？我非常出门哦。没出门，没出门。打打回家。不好守。还有在，我会帮你加级。看好没魔。往后退一点。巨象上去，巨象上去。我上方来了。我不需要，我找我。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啊！我开始嘟嘟嘟了，我没办法用驯服的，我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了。我们必须赶快把比赛结束。啊、no! 打不过阿辉。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哇！
你可以回家哦，快回家，快回家。真的吗？快回家。完蛋了，我不能用 shift。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哦，我可以按 W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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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哦，太好了，玩和虫子不太一样。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你必须建造。什么什么干掉哈？啊。哎 ，B Y B Y， 干他黄金矿！等一下我会干，你们打来来来，我有巨象可以扫他黄金矿。换掉换掉。好爽，攻击死光！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已经耗尽。我来呀！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跳，还不跳？好，要打掉两门口，这是实力。嫩货，看。你的盟友正在进行战斗，太逼。在杀、啊！哦，我后面没办法按 shift 了。我们钻石了。嗨 ，Rex 说他要找黑石哎。好、哦。哎，你知道一个东西169的吗？黑石一直在说什么叉叉叉叉叉，剩宗师他上不了。他屌，宗师169。人类，干还好我是神族，我可以 W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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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好刚刚悲剧了，因为我不能按 shift 啊。那我如果可以按 W 的话，那可以啊 ，shift。那神族不能按 shift 可以干嘛？不能编队啊。所以我说我每次控兵都一定要按那个选举所有部队啊。shift 不是按场所编队吗？编队是 shift 啊。你要框兵嘛。哦、对啊，所以我没办法编队啊。然后你不按全体所有部队，所以我只按全体所有部队啊。然后刚刚玩重组的时候，变成我所有的珠宝都要一个一个去按才可以升兵啊。可是神族不一样，按 W 就可以升兵，所以就不用按到虚无的、啊。差别是我的兵营不用另外编啊。然后我只要用，然后我的那个巨像，我的 VR 跟我的 VS 本来就编好了，所以就没问题。为什么直播聊天制作很看？你要登录。要登录才行，好像是。Thank you.
是钻石带薪的，有点实力好吗？继续吗？你说我盖光炮？你想要盖大珠宝是不是？我想一下怎么用比较好。确定要了？可以啊，但是我们这样就是等于是我们人灭一国，然后变成你们两个没有赢，我也没赢，会变这样子。搞不好你们原本实力就打死，然后我再多放一个珠宝多出一点。不过我矿可以开到他家了，也不错。我就连续盖两个珠宝，我就三 PD 开局，好吧？好，来啊！就刚那种等级啊，三我们就钻石啊。